谢谢，谢谢朋友，谢谢。谢谢朋友们，谢谢。还有爱孙悦的哈，不是还有，是有一大片吗？啊，都爱孙悦呀！啊，那，哎，今天你逗哏，来来来。没少花钱呀、啊！没，这不离动物园近吗？哎呀，没想到吧？哎呀，太开心了啊！哎、嗯，确实离动物园近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可能将来外地人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不太清楚哈。啊、北展，我们这个、行了，我们这个剧场、啊、别普及了就、啊。挨着这个北京动物园特别近，对，孙老师就是北京动物园养大象的。嗨，过去很多朋友都说孙老师养大象，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包袱呢、嗯、啊，其实是真的。对，养了10年的大象，啊，大象越来越瘦，你看，很多那个照片上看大象一个骨瘦如柴，孙老师坐大象边上，跟他比我还显胖呢。哎呀，谢谢！今天又一次站到北展的舞台上。嗯，其实这个舞台啊，我们没少演。演的多。我师父经常在这个舞台上赚钱，经常来这个。哎、实话、嗯，经常在这个舞台上演出。你师父每个月一场？哎，每个月都来一次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经常跟我师父在这儿演出。是。但是我们两个这个专场，嗯，已经是事隔2年了。啊，这2年了，大概是去年我们没有在北京演出，没有，今年又一次来到北展，是给大家奉献一场演出，心里特别的高兴。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好家伙，台底就从这儿呼一下冒出很多人来，冒出来、啊、吓我一跳，各自手里都拿着花奉献鲜花哈，小礼物啊啊、嗯，大概有十几捧花，特别开心。今天2700多人啊、嗯，十几捧花，我特别开心。要人人送花，气氛就不对了。啊，也是哈。今年少说这个，今年不好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哈。是是是。每人拿一朵花，哎，咱俩这转一圈、啊。告别来了。行了，吉利点吧。嗯，吉利点。今年确实啊，相声界没少去世啊。对。这个、没少走、啊。没少走，我们心里很。无所谓，这个对，他豁得出去，你说不是？有的人确实很心痛，对，有不少老先生没了、啊，去世了很多，嗯，然后呢，不说这些了啊，今天给大家演出，心情很开心、嗯，让大家听到这个相声。是，我们两个走上台，我发现啊，满坑满谷的观众坐满了啊，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，有头回来的啊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好，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嗯，没有什么名气 啊，一个小演员。叫岳云鹏，啊，嗨，还真没有什么名气，看着。我以为含蓄一下，大家掌声雷动，哗，我以为是那个气氛呢啊，没有就算了，无所谓啊，不强求。这个掌声不情愿就算。对。对。我身边的这位孙老师，嗯。不是，我那个，你花了多少钱？你当时不是问题，我现在说我不花钱，你也不信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，嗯。时代变了。不是从哪个年代逗哏的不行啊？这怎么回事、啊？这今天死逗哏多、啊。怎么回事 啊？行了，慢慢的习惯了啊。等过完年你再看。
好了啊，不说这些了啊。是我身边的这位啊，孙悦，这个含糊什么呀？行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你就别比划就完了。孙老师确实不错，我很喜欢孙老师啊，谢谢您吧。啊，说相声年头也长，嗯啊，往这一站也镇得住台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往这一站，显得我也瘦一些。主要的作用、啊、这些年我们俩在一起合作很默契、嗯、也十年了快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因为什么？这都什么嘴？这都是我有口音吗？你哪儿的人就口音？我昌平人。这个说实话吧，河南。那个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孙老师啊就打小学习相声。哎，打小学家里有人干这个。哎，对，他姥爷是那个哎你说我姥爷，你拍你自己干嘛？不是，突然间胸口疼了一下。现在不应该疼，单台疼才对呢。您别手放下。孙老师的姥爷李文华，李老师。对。啊，想当初给姜昆捧哏，是啊，后来也上过春晚。对。你姥爷上过春晚？啊，是是是。对不对？是。您等会儿，这话不对。哎，不是你们什么笑点？什么笑点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那意思上过春晚都是我姥爷是怎么着？我没那意思啊，没那意思。你就是那意思，你不是不是，哎，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孙子说的真好，何止是为了骂街，说学逗唱的是样样精通。你别骂孙子就行了，非常的了不起。您捧我呢，孙老师说，嗯，按理说啊，嗯说相声，说相声，说相声，嗯，以说为主。哎，对对对，不对？嘴里的干净，对，干净利索，这是我们的必须条件。对，你们这都一个毛病是吧？然后孙老师呢确实不错。哦，您看出哪儿不错了？说您都能说些什么？相声的说呀。对呀。那太多了，我听听。大笑话小笑话，嗯，憋死牛肉绕口令儿都能说、嗯、这都能说啊？对对对。好，今天满坑满谷2700多位。哎，怎么老有这人？您呐，您给我们说一个大笑话。大好吧，让我们哈哈大笑一回。你们要这样我就膨胀了，有点快起义了。我你不是你这么配合啊？怎么我也没想到，这别明天传出去岳云鹏的相声啊啊！对，整场相声里没有人笑，全是观众带来的笑声。哎呀，改群口了。那个这碎在嘴里的大笑话来不了吗？哎，这得配合的说，配合着说啊。那憋死牛儿给我们来一个。憋死牛儿，这是一个画左链。画左链。哎，对对对，真正能说的是什么？我听听。能说的绕口令。绕口令。嗯嗯，我这么跟您说。哎，您怎么说？要说绕口令啊啊，您不行。我怎么就不行？首先这个嘴啊，嗯，要好看。好看的嘴就说绕口令，干点什么不挣钱呢？嘴唇薄厚啊，适中。哦，哎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怎么样？要紫米。哦，严实就是。那当然了。嗯，您看您这个嘴唇。我怎么了？上嘴唇比较薄。哦、你看见什么了你？下嘴唇你看看，别哎呀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怎么？我也觉得有点不是，我下嘴唇怎么了吗？下嘴唇太厚。哎，没有说绕口令就不行。我这么跟您说啊，在我那么小的时候，那个东西那么小的时候，我就会说绕口令。什么东西那么小的时候？我没想到您这么豁得出去。现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现在就请大家的笑声稍微注意一下啊。那个小辫儿，我小时候梳了一个小辫儿，那么小。哦，小时候还小辫儿呢。哎，我就会说绕口令，大概4-5岁。哎呦，绕口令，你看咱这个嘴唇怎么了？那么性感，一看就动过手术的脸上。外国有个明星安吉丽娜朱莉。哦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嘴唇好看吧？是。我跟她一模一样。您别糟践人家了啊！哎呦，行，我也觉得恶心。是是，您就别糟践人家了。你怎么就绕口令说得好？你哪的门？我说得好啊。你怎么就是要说绕口令啊？怎么了？
你跟我还有一比。比什么呀？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、嗯、这怎么讲啊？你差一点儿。王先生碰见玉，我、哦、差一点，你差一点。哦，要说绕口令啊，你跟我还有一比啊。你好比是这个马先生碰见冯先生，你差两点。你要跟我比绕口令，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先生，怎么的？你差三点。哦，那你跟我绕口令，你好有一比啊。你好比能先生碰见熊先生，您差四点。你跟我比，你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太太。你看汪三点，汪是三点，太太里边还有两点。行，你要跟我说绕口令啊，你好比是这个王先生啊碰见王麻子了，你不知道差多少点了。我的天哪，我要输了吗？对，你跟怎么了？你跟你赵四儿怎么该？你跟我比，你好比是啊，王先生碰见俩王麻子，那管什么用？旁边有个女的满脸雀斑，女的旁边有个孩子叫点点，点点旁边有一个斑点狗。哎呀，斑点狗嘴里含着一块切开了的火龙果，你差远了你。我想着都麻硬了，告诉你，还切开了的火龙果。跟我比，那孩子叫点点。你瞧这模，斑点狗。哎呦呦，行，切开了的火龙果。嚯，亏你想得起来，咱甭较这劲啊！哎，这么着，我说一绕口令，你能学上来吗？我当然可以了。你要能学上，就算你行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还能学上来？你瞧这模样呢，裤裆着火。怎么讲啊？当然了。您像是没扑灭的主啊。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就很热的？行，地暖那是。行，我说绕口令，您学学怎么样？来啊，您听我绕口令啊。嗯，你要能学着，就算您有能耐。我照跟他说啊，嗯，说呀，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说呀，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啊，完了！亲爱的朋友们，听见了吗？啊，拢共没有十个字，哪儿绕嘴了？哎，您说呀，哪儿绕嘴了？您说呀。哎呀，不就是一个老头吗？啊、您来呀，您学着来，我给您鼓掌。您来，听啊，打哪边？你听没听见呀、啊？我忘了打哪边的。打南边。打南边来了一个老头。一个老头。是不是打南边来个老头，手拄个奶油冰棍，怎么了？这。老头拄一冰棍，不滋溜滋溜的吗？他可以缩着呀。没听说过，那缩完在主地上的呢。您别，那来个白胡子老头。白胡子老啊，对，白胡子，哎，他就是老头，知道吗？哦，要是黑胡子可能是中年人，是要是没胡子像我这样可能就是当然了。怎么嘴怎么那么贫呢？你说今天晚上咱俩谁贫？你告诉我谁？你粉丝多你欺负我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你是我哪是来这么些人自己。您不有能耐说呀，白胡子来呀。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哎，手里拄着一个棍儿，怎么了？棍儿？那绕嘴吗？啊，还得绕嘴。拄着个白拐棒棍儿。打南边来了一个老头，打南边来了一个，打南边来了。不是你行吗？你说上说不上来？啊，我告诉你这么着，哎，你要说上来，我是茄子。我要说上了，你是茄子。哎，对喽，这话你说的。哎，我说的。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怎么了，茄先生？阿茄。哎，以后这就是阿茄了、啊。谁阿茄？小茄。我也是没注意，我告诉我们上当了，我可能。什么上当？不是，这太简单了。您听这么多遍，你也会了。什么听那么多？我小时候那个东西那么点儿。行，过去吧。搁去吧，
小时候就练过，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哎呦，举一反三会不会？这还怎么反呀、啊？打东边来个红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红的红拐棒棍儿。打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。打四面八方来个咖啡色的老头，手拄个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儿。这有什么难度、啊？咖啡的老头，这都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打西边来个藕盒色的老头，哎呦呦呦，手拄个蹦藕盒的藕盒拐棒棍，这怎么了？他拄个藕不好吗？他真行，你看这得便宜卖乖的主啊！得得得，这么着，哎，我再跟你说一个行吗？我再给您说一个，嘿，先别买，您听这个啊，这不冬天了吗？啊，咱吃点这个火锅啊，哎，吃火锅，哎，炖点这个豆腐吃，您听我这个 啊，说呀。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；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别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。简单不简单？哦、好什么好？好什么？这都不合理！不是，我纳闷怎么不合理？这都不合理，你熬着吃啊。你炖它干什么？熬着吃，炖着吃一样。炖，来煮着吃啊！你甭管怎么吃法，你说绕口令，绕口来来，我有能耐吗？打南边来个炖冻豆腐。这，豆腐自己溜达来的。绕口令不是都打南边来吗？没有，这没有啊，这没有方向啊，没有方向。哎，没有。头一句怎么说？说你会炖，说你会炖我的豆腐。豆腐，那绕嘴吗？啊。炖冻豆腐，说你会炖我，你明白了？什么叫明白了？我的豆腐，你的豆腐，说你会炖我的，你我炖你豆腐干嘛？我说你会炖我的，嫌你嘴利索是不是？哎，那大哥说了，说下一个不行吗？不行，不行，这是你花钱雇的，行，知道吗？不行，替你折是吧？说你会炖我的，这不是群口啊，不是群口，花钱不是来说相声的，知道吗？就这么提词都不会呢，说的来呀，有能耐来呀，你别催我，你不是不是你再不说他们都会了，我说。说来说你会炖我，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。您这嘴动过是怎么？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听出水音了。你来炖我的，对，这算谁的？这算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、哎，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。你不会炖，你不会炖我的，你不会炖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咱得合理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谁让你问这个了？不是你说呢，说不上来。哎，对，这么着，嘿，这回你要再说上来，我就是土豆。土豆，对了。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来炖我的炖冻豆腐。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不要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哇！土豆，我呀、啊、我阿土，我的阿土小豆小豆，你没小豆，我上了坏人当了，我告诉你。这有什么难度？这有什么废话？举一反三，懂不懂？哎，这怎么说你会来举就听听。说来举快来，这算了，这举不 了。真是的，这观众都会了，你再不会这个，这坑人了，这有点。哎，这么着，你会炖我的炖冻土豆，你来炖我的炖冻土豆；你不会炖我的炖冻土豆，不要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土豆哇。说你会炖我的西兰花，你来炖，你来炖冻我的西兰花，你不会乱，你这好难哦。哎，西兰花冻了就别吃了。说你会炖我的紫甘蓝，你来炖我的。又选紫甘蓝，哎，自己增加难度吗？这不，您甭吹牛这个啊，这观众都会，你就准会。我再说行吗？可以啊，您来一个，来，您听我这个啊，说呀。
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，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，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。来吧，岳老师，这粉丝多就是不一样啊。是，我也是扛过来的啊。说什么都有人喊、是是是，天哪！您来，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。这，光听这个了，改了，肥净白净。哎，第一句怎么说？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。你家？对，我家。说你家有只肥净？我家。就是你家呀、啊。不是，你得说我家。我说的时候得说我家。啊、对。说我家有只80多斤大公鸡。你等会儿。80多斤。大公鸡，鸡王啊，没听说过，老鸨子呀，你玩去，这老鸨子够苗头的，80多斤，你羊才多沉呢，啊，你羊才多沉呢，60斤到头了，知道吗？80多斤大公羊，怎么样？没大公羊这话吗？肥净白净八斤鸡，肥净，白净，哎，八斤鸡，哎，对，明白了，说明白了。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，叫你呢，我不聋啊，谁说鸭？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哎，图，您等会儿怎么图呢？图就肥了吗？还肥了吗？好，肥了吗？飞了。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哎，图飞到李家、王家、孙家、赵家。李家、王家没一个对的。张家，李家、王家、孙家、赵家，还真是没有一个对的。都什么脑子？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。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。这鸡锻炼呢。干嘛来回飞呀、啊？这要变鸟啊！这是，那怎么着呢？那肥净白净八斤狗，张家，嗨，把你忘了，那个，把你忘了，急什么？就说怎么这么损呢？说话这说个相声，老急，谁说不上啊？您如有能耐，您来呀！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；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；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；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。对了，这俩就没碰见面吗？来回飞，串门子呢？啊，那狗也飞？不是，狗不能飞吗？它咬了我的。咬了呗！说我家有只肥净白我家有只肥净白净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，张老张咬了我的鸡。老张咬，老张饿疯了，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来说不上来啊？啊？你要说来我大傻子，你信吗？你们到底哪一波呢？你们？这话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要能说上来，我大傻子。我是大傻子，我是，不是，说不上来了，嗯，哎呦，您不是有能耐吗？您那玩意儿那么点数，您不就有能耐呀？您不得老提他干什么？你不我不提你也得提啊，就是，您不是有能耐吗？您来呀！这个薛飞是有些难度，还薛有难度，你甭吹这牛，啊，这就退票。这就要退票，站台上撂台上了吧？你看晦气啊，晦气啊！这又不是第一回了，真是售票口在那儿，知道吗？退票口在阿富汗，知道吗？这包袱还真老，甭说这个，不是说不上来了吧？啊，这玩意儿有录像录走了，知道吗？丢人了吧？我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丢人又不是一回两回了。丢惯了，哎，这么着，商量啊！我说一简单的，啊，你说呢？咱俩一鞠躬，老一整脸下去，啊，是不是我专场嘛？对不对？呦，真正丢人哪不合适？又还想起你专场来，行，我跟你说简单的啊，听着啊，说呀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来，完了，多简单呢！就这都有人喊好啊？听过相声吗？各位听过吗？
这哪是绕口令，这是谜语啊。月亮谜语啊。怎么就谜语啊？谜面是什么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谜底是葡萄干啊。哎，岳老师，咱说绕口令呢，不是打灯谜，不是打灯谜吗？不是打灯谜，说绕口令啊，来，太简单了。哟，这又简单。说吃平头，吃什么？吃平头，平头吃不了啊。那是吃葡萄，哎，吃葡萄不吐皮儿，不吃葡萄不吐皮儿。你到底吐不吐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来掰花生仁。花生仁改口了。啊！吃葡萄不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嘿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哎，好哟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连说出来了。哎，我连着说俩试试啊！连说俩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我说上来了，你要退票啊？有没有天理啊，大哥？人家退的是白金鸡那个票啊。我连着说四个试试啊！有四个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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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哎，气力可以啊！我连着说八个。来，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皮儿。就您这个状态，您来一十六个，来不了，烫着了是怎么了？我说上来了呀，不是这太简单了呀，哎，太简单了呀，不是举一个，举一反三啊，吃瓜子不瓜子，吃瓜子不吐瓜子仁，不吃瓜子倒吐瓜子仁，合着就吃皮儿来的，那么爱吃皮儿，爱吃带壳的啊。这举不了啊！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又简单，太简单了。不是您，那又忘了说不上来的时候了吧？啊，太简单了。这简单，嗯，行了，岳云鹏，今儿我非得抻练你。这么着，哎，我给你说一男的，你给我说个女的。玩去，有那我还留着呢。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一个啊啊，就这么四个词组成这么一个绕口令。您说，嗯，就这个喇嘛，喇嘛是什么？喇嘛就是僧人哦，喇嘛僧，哎，口外的僧人，西藏啊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喇嘛僧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我那鸡飞回来了呢。行，这叫喇嘛、啊，哎，喇嘛，哎，塔嘛是什么？塔木鱼嘛，比目鱼，俩眼睛长一边那个。哎呦，行了，我这个拽不过去啊。行了，就别揪了，这是塔木鱼，哎，嗯。还一个哑巴，哑巴是什么？就是失语的人，不会说话。对，失语的人，嗯，哑巴。还一个喇叭，喇叭是什么？吹的喇叭，吹喇叭，集结号，喇叭，集结号了。我明白了，嗯，喇嘛、塔嘛、哑巴、喇叭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换一个啊，这就完了，太简单了。我让你说四个词儿就完了，如此简单。您不，这四个词连起来是一绕口令，还得连起来。哎，对了，您听这个啊，我不明白。您听完了就明白了啊！说呀，打南边来了个塔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；在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，提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不能拿喇叭换提着塔嘛喇嘛的塔嘛，提着塔嘛喇嘛急了，拿塔嘛打着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一拿喇叭打着提着塔嘛喇嘛一喇叭，到最后也不知是提着塔嘛拿塔嘛打着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着提塔嘛一喇叭，喇嘛回家炖塔嘛，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。哎呀，我这快下班了，我看啊，来吧，再见。哎，你追不上我吧？我就是这么强大。你回来，我回来，我跟你闹着玩呢，我跟你，我费这么大劲跑了，啊？不是你这个。怎么那么长啊？怎么？你不是有能耐吗？您不是太简单了吗？您不这啊，是吧？您来呀！行，来，有能耐来。这，来，这什么？打，来打哪边？南边。怎么又是南边？不，就俩南边。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。不是老头，
老头休息了，下班了，回家炖豆腐去了。啊，说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，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。嗯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喇嘛是那个老头他儿子。你等会儿。是吗？都是打南边来的，没有联系，没有联系。解释一下吗？啊，不用解释。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，嗯，手里提了五斤鱼，鱼，那肉嘴吗？提了五斤塔吗？手里提了五斤塔吗？哎，打北边来了一个什么？哑巴。打北，哇，北边好不容易来个人，还是个哑巴。你怎么这么贫呢？你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，哎，就是失语的人。哎，行，不用解释，不会说话啊。哑巴是这要是真的多好，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，是腰里头别着一个集结号，去，集结，喇叭，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，对，说递了塔嘛的喇嘛，哎，想拿塔嘛换哑巴，啊，换的喇叭，喝这个大喘气呀，啊，哑巴不愿意换呢，哟，哑巴心理活动，那当然，哑巴为什么不愿意换呢？为什么？哑巴虽然不会说话，但眼神特别好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五斤不够，眼儿秤。哎，眼儿秤，说他那个五斤，有点就不够五斤，有点哑巴就不愿意换呢。这说绕口令，哑巴也不换呢，喇嘛就急了，喇嘛脾气不好啊。有喇嘛，不光西藏，雍和宫也有啊，这对不对？你别说你喇嘛绕，喇嘛见过吗？喇嘛，行了，喇嘛就拿起这个塔就绕口，啪。打了哑巴一塔吗？哑巴挨打了，哑巴就急了，哑巴一急，哑巴就骂街，孙子你为什么骂我，我要干死你。这哑巴骂街了，哑巴张嘴骂大街了，啊，哦，那是哑巴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哑巴怎么说话了呢？哑巴，对，哑巴怎么说话了？哑巴能说话吗？哑巴不能说话。哑巴能说，哑巴心里活动没有。不是，岳老师，您说绕口令不是评书，心里是那么想的。你绕口令，然后呢？然后，您打头来行吗？忘了吧？您能说呢？忘了吧？打头来，打头来啊！不是绕口，您绕口，一定要绕口，绕口一定会绕口。绕口令，你听着，对，不是评书的。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，嗯，手里提了五斤。塔嘛，他北边来了，北边好不容易来个人，还行了，你这自己的词儿都没忘。他北边来了一个哑巴，嗯，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，塔嘛，北边别喇叭哑，别喇叭，别哑巴，还是别喇叭，塔嘛想拿喇嘛，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，想拿喇嘛换，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，嗯，的喇叭。还有这翘，哑巴不愿意换呢。你朋友这没有这。哑巴为什么不愿意换？绕口令。哑巴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眼神特别好。绕口令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够。哎，绕口令。不够。绕口令。哑巴就没换，哑巴没换，喇嘛就急了，喇嘛就拿起塔嘛就啪打了哑巴一塔嘛。哑巴一挨打，哑巴，他没有骂街。这嗨，都别说出来了。他可不明白，他是个哑巴，他怎么能骂？您来个绕口令。但心里想，孙子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我哑巴，我绕口不会说话，但是我不是，我也有脾气啊。哑巴就拿起这个喇叭就啪，啊，打了喇嘛一喇叭。哎，这绕口令。哦，这喇嘛一瞧，嚯，你还会打我，那怎么办？我怂了啊！喇嘛就认怂，喇嘛认怂，他就回家了。回家干什么去呢？他就炖塔嘛吃。绕口令。喇嘛回家炖塔嘛。哑巴这家伙，你回家炖塔嘛。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这去你的吧！嗯，请您欣赏福寿全，表演者高峰、郭德纲。哎呀，刚才这段多热闹！哎，三人相声是这个节目叫《酒令》，嗯，听得我如醉如痴的啊。这个两个演员呢，郭麒麟、阎鹤祥啊，平常是固定搭档，对，加上这个于老师如虎添翼，三个人表演的非常的不容易，很好。到后台稍事休息，嗯，这场该您表演了，到我了。著名的相声演员，不敢当，叫什么来着？我叫郭德纲啊，太激动了，看见名家了。您别客气，不容易。哎，现在这个相声啊蓬勃发展，我认为都是您的功劳。为什么呢？那过去那个相声啊，现在已经走入没落了。哎呀，您把相声这么一低了，都起来了。大点事哎啊，
他怕我说的声音小，怕后边的听不见。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小剧场，多好！北京相声小剧场就更多了，特别多。有一个缺德社，您熟悉吗？好像您高老师，高老师，高老师，那个嘴有问题啊！有这么一个社团，德云社，德云社，您原谅啊。我不常听相声哦，是是啊，不太熟悉啊。对德云社的这些个演员呢，我也有所了解。您都认识啊？您看刚才说的那个郭麒麟，那有有是吧？那是于谦的孩子是吧？这个严我拦你一句啊，于谦是我的孩子。你这人呐，郭麒麟是我的儿子呀。我说的孩子，没说儿子。哦，那我理解。于谦老师孩子过来，徒弟们师徒如父子吗？那这么说也对。这别正经，别正，那是他的徒弟。对，这么说准确了吧？啊，您没错了，是您的公子。是是是。郭麒麟那个小孩，相声说的也好，孩子人也好，都是您的功劳。哎，不敢当。那相声说的太好了，您这可以说是相声皇后。哎呦呦，在我们这个……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吧。这怎么回事？您这是麻药劲儿没过去。我打刚才憋着捧捧你，你老拦着我干嘛？您这哪句也不像捧我呀！啊，我怎么就相声皇后了？我都就是特别好、啊。我跟于谦一块儿，我还是个太上皇呢。我怎么到你这儿，我归了那边了啊？反正您这相声巨人吧。哎呀，我这个尺寸还巨人，您真行啊！你看您老往身高联想啊，我说的是在艺术贡献上，我努力了不起，不敢当。郭德纲的相声，全中国只要懂汉语的人，您说谁没听过？哎呦，我可不，我就是这观点。哎呦，懂汉语、懂中国话的老外，懂中国话也爱听您的相声。我努力啊，有幸在这儿碰见您了，特别激动。哎，跟您扫听点事儿吧。哎，您说，您这个缺德云社呀？哎、德云。德云社，说顺嘴了。嗯，您这个德云社，你是外边净这么说是吧？啊，还顺嘴了啊？是光在咱们这个动物园附近这个剧场？您等会儿，您吓我一跳啊！这剧场叫什么？这个剧场叫北展，旁边是北京动物园。哦，地理多熟悉、哎、啊！是我这不爱出门啊、哦。是光在这个剧场演出啊，还是其他的地方您也可以去啊？做演员的四海为家，哪儿都能演，等于哪儿找您哪儿都能去。那当然了，那太好了啊！比如说不是剧场，嗯，也不是体育馆，到人家家里边府上，按老话说应个堂会，这您乐意去吗？这个反正这是老规矩。对对对，说相声的、唱戏的，不管是干什么的啊，从清朝就有这说法。对，大户人家王府说请演员到家里来演，嗯，这个是老传统，但是我们现在演的太少了，太少了，不行啊啊！这机会难得呀，难得在这儿碰上您了，难得我们那儿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非您不可。要但凡不用您，也不跟您张着嘴。不是不是，我跟您这么说啊啊，您说，因为像我们现在演小剧场也很多，对，商演也很多，是啊，包括拍戏啊，事务型的工作都很多。知道您忙，一般的说上人家家里去呢，现在也不是特别方便，就很少去。话里话外这个意思，看来是不想去，不也不是说不想去啊。您什么意思吧？就是嗯。这那家是干嘛的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眼神里就体现出来了啊！他这眼里头他就有这个富贵贫贱了，是不是这份意思？那不，我们了解一下。既然跟您张着个嘴了，我们那住家能小得了吗？您说说吧。我们那个老太爷呀，家趁人直，家里有的是钱啊，家里头办点事，打算请德云社是吗？不客气，谢谢您说对了、哎、请德云社啊，到我们那儿演出去。哦、家里办点事，有一个老太爷。老太爷，这能叫上老太爷的，这家里不能就他俩人啊。很有钱，是不是？有钱有地位。哦，有地位。哎，对对对，有钱有势有地位。这个，因为我们做演员的来说啊，啊，我们这其实你对方什么身份呢、啊，趁多少钱，其实并不重要。我们就是为观众服务啊。这看这模样是不重要吗、啊？是是是。告诉你一句话啊，老太爷呀、啊，富可敌国。有的是钱，橡胶园知道吗？橡胶园，你等会儿，富可敌国。哎，这是我的原话。是多大的国？你什么意思？您老话里话老怀疑我的话。不是，你说你到欧洲看看去，有的时候三平米也算一国。嗨，是吧？大国，大国，有的是钱，橡胶园，橡胶知道吗？橡胶那就得是。
天暖和的地方才有那个东西了。对呀、啊，全世界都有它的产业啊。橡胶园48亿亩，48块钱一亩，没让您估价哦。多少钱？48亿亩，那么些橡胶园，这得值多少钱？嗯，钱不钱那是他的，我们就是一心为观众服务。这刚说一样，态度就转变了。还有那咖啡园呢？什么？等会儿，咖啡呀、啊？对，等会儿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咖啡，这是一个舶来语，说英文叫咖啡。怎么你说的跟喝板蓝根似的呢？板根干嘛呀？你看你这人常咖啡常喝药，就喝的那个。您祖籍是哪儿？您这咖啡啊？你管太多了，不就喝杯咖啡嘛？啊，咖啡咖啡啊啊！咖啡园呐、啊，咖啡呢、哦、不是天上下的，那错不了，也不是水管子接的，多新鲜呢！拿那个咖啡豆啊研出来的啊，那个咖啡树。您我您这个嘴，我说一遍，您跟我学啊啊！咖啡豆。哦，那个重音带豆，豆说的不准确。哦、对，这咱就了然了。啡豆，咖啡豆，哎呵，哎对了吧？哎呀，咖啡豆园呢？哎，40多亿亩。呵，我这有的是，那都是钱呢。好家伙，石油公司趁8个，他还趁石油公司呢？哼。哎呀，全世界这石油75%都是我们老太爷的。有钱，有钱，嗨，有钱是他的，我们就是为观众服务。服务，对，这口号一定要打响。对，嗯，轮船公司，嗯，轮船公司有15个。你看你这激动的样子，我是替他高兴啊。哎，你们这15个，他光那个桨得趁多少啊，是吧？你这人呢，一看你就没坐过啊。您这大船呢，一般都是遥控，桨大，不用桨。蒋大，蒋大是唱歌的啊啊！咱就说 啊，你们不是经常在游轮上演出吗？去过，哎，那游轮都是我们老太爷的。那游轮比这屋还大了，大得多。那是他老人家的，哼，有170多个，都在我们府上那停着呢。哎，有的是钱啊，有的是钱啊。所以呢，这回呢，我们府上办点事，办点事啊，办事。这老太爷喜事，喜事，喜事！老太爷过生日，过生日叫寿日，这是喜事。娶儿媳妇儿，娶儿媳妇儿干嘛呀？不对，老太爷没儿子，没有儿子，聘闺女，聘闺女。那四门姑奶奶那孩子都比你个儿高了，不对，喜事。哦、那么有钱，比我高点吧？嗯，别往心里去。哦。喜事，你往喜事上猜。聘闺女，孩子过百岁，跟那没关系，跟孩子没关系。老太爷本人的喜事。什么喜事啊？老太爷呀、啊，啊，咽气呀，死了。激动不激动？我激动什么？他没了呀！你这老太爷呀、啊，整99，没灾没病。哼，打个喷嚏，阿切，死了。哦，按照天津北京的规矩，嗯，这都快100岁的老人了，是，这叫什么呢？老喜丧。我可听过这个词儿。老喜丧办事的时候，那个棺材上都贴喜字儿，嗯嗯，还请那个乐团的演出啊，嗯，对不对？有敲锣打鼓吗？有。哎，按照喜事这么办，叫喜事，老喜丧。哦，老太爷去世了。对，搞这么堂演出。哎，这么个演出。就是您就来找我们啊！我特意啊，从这个香港坐着这个轮船到这儿来邀请您。香港到这儿还用坐船？不坐船我怎么来啊？不是有长途车吗？他那车次不多啊，结果半道我倒的船。这个老太爷在哪儿啊？香港啊。香港的老太爷。对。那个轮船公司，那个橡胶园，哎，对，咖啡豆遍布全球。都是他的，那当然，人没在香港了啊，这还不算什么，这比这有钱有的是呢啊，那钢铁公司还有好些个呢，这也是人家的，想造什么造什么呀，告诉你有的是钱就完了。哦，知道这事儿，打算老太爷生前呢就喜欢听相声啊、哦、尤其喜欢听德云社的郭德纲，你说咱哪儿找郭德纲去啊？哎，要不说这个老头他能长寿呢，是不是啊？
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。我九十这都是少的。我太激动了。听我也得一百往上，我跟你说。打算请您呢，带着您的团队到我们那儿去。我们你要不乐意去，可以不去啊，不要紧。我就不爱听您这个话。怎么不爱？我们是演员，知道钱呢是纸，为观众服务。哦，等于可以接受慰问。这凭就演这个。哦，那行，这太好了。这是我们的生命。行，堂会就是生命。好，堂会就是生命。一句话，您去不去吧？必须去。那就行了。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？凭什么不去？这叫什么老话？您听听啊。行，您带着咱走吧，现在去吧。现在别去啊！您先挺即兴的，这我等不了了。带着于谦。带着你那儿子徒弟们，咱来趟香港。好吧，去不了多长时间啊。啊，那就简单说吧，您现在已经很有钱了。哎，不，回来之后按您现在这个资金基础啊，翻上10倍。你低血糖了是怎么的？钱不重要，真的，为观众服务。你看这个倒霉模样，他老强调这个。行，您爱抱什么心理，我们不管了。对，反正这事儿您同意去了。对，那就行了。去，那就行了。去。老爹说了啊，谁去的时候，这咖啡园呢，橡胶林呢，咖啡豆是吧？哎，对。哎，给他一半，钱是你的。轮船公司给你一半，钱是你的。你别晃悠，我就感觉就已经在船上了似的啊。我以为你要长个儿呢啊，这是。太来不及了 啊！反正钱是打打底 啊！但是您要去的话，您就这样就敲木劲的就去了吗？那哪能敲木劲的呀，是吧？就这样去，我就得通知他们把所有演出全停了。是你把人演出停了，你可得带人去呀、啊！我带他们一块儿去，用不了这么些个。这是个正事儿，用不了这个。您等会儿，您别着急。是，去几个人？有个十几个人。这里边都有于谦吧？当然了，于谦啊。就你要说我呀，其实我跟您玩一趟去，是钱不钱的，其实都不重要，真的、啊就是交您个朋友、哥们儿们是吧、啊？对。但是于老师现在就这个身价，他在这个行业里边，贵。啊，这我们也理解。之前他跟吴京拍那个电影《干狼》，看过吧？干狼，你想他对狼他都不放过。行，所以他把钱看得也很重。你打住吧，您这什么字眼？我不要钱呐！您先别提你，我不重要，关键是于谦，主要你看于老师这个。费用什么的，费用您放心啊，费用这块绝对白不了你们。没告诉你，您这个资金翻十倍吗？于谦老师去了，同样如是，资金翻十番，回来之后，这样，于老师脸皮还薄，对他那个钱你别直接给他，回来他给他夫人，你就别给他夫人干嘛？你这我给谁呀、啊？我就得弄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不懂人话，你是吧？你要干嘛呀？你打算你就先都搁到我这儿，我您在我们这内部，他有他的不一样的工资，就比如一个月300、哦、啊，演一场多可气！我给了这么些钱，他按工资给人于谦，不是啊？你这还让你太狠了你，让别人看见不好看啊！行，于老师脸皮薄，反正钱下来你就你跟他说慰问。跟他说慰问，于老师问多少钱？慰问白干，哎，必须去，哎，一心为了观众服务，任务升华了情怀，好，你就得这么骗他，没问题，哎，你会说吗？没问题，你说情怀，升华，于老师这是慰问的情怀呀、啊，没给钱，不给钱，你要说错了，天打五雷轰劈碎了，你知道吗？您说我招谁惹谁了？不是你这个你这不合适，哦，那么大艺术家了，让他。反正钱下来都给你、哎、你再给他们分去。那是我的事儿，你不管、哎、爱分不分。这什么叫爱分不分的啊？行，这凭什么分？技巧您掌握。不是不、哎、凭什么不分是吧？你把这话说明白了、啊。你甭管了，你不找的我吗？啊、对，你们这内部事儿太乱，我也不愿意掺和。哎，你是没跟说相声打过交道、啊、是吗？对，这一回我算认识你了。哎，我的意思不是这个。啊、您说、我说您去的时候啊，您就穿这个去吗？这个就都掉色了，这外行了。这是上台演出穿的服装。对，真出去我们有自己的那个便服，穿个西装啊，穿个什么什么什么西装？穿、啊、您这模式穿着西装好看吗？您，咱不提西装，你有西装你也别穿。我们那儿他叫老喜丧，他也属于白事，上上下下穿的都跟白人一样。您弄个西装的好看吗？我有白西装，白西装也不和谐。白领带？不，这么办吧，领带不要系。到那儿呢，你也多少你也系根带子，
行不行？表示表示嘛，那样都穿着你也系根带子。系什么带子？什么带子？就是这么宽，一套多长，白色的布，往腰里这么一系，系根带子，好不好？还得买去，这你得财迷样，你这么越有钱越财迷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还得买去。你要说撕一点也不给撕，嗯，整匹的买完用不上。不不不，你先说你愿意寄不愿意寄。如果寄呢，我们那儿有折呀，我给你想折呀，不用你带，不用你买，到那儿找我，找我领。您给撕，哎，我负责。你能不能给撕的宽一点？你要干嘛用啊？剩下的补袜子也好，过日子多细呀、啊！到那儿提我先领两匹，两匹白布行吗？这是两匹三匹，其实不重要啊。这么大家财，比如说我说要四匹，你说你能不给吗？是不是？这叫开道啊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好吧，四匹行不行？四匹白布，我们这几个人笑袋子，几个人一人四匹。他要那么些这玩意儿干嘛也不，你这玩意儿。于老师可胖，你那意思？他得八匹。那要孙悦去呢？好，孙悦得一车。行行行，开开库房，您随便搬行不行啊？随便搬不行。怎么？搬能搬多少？你得说随便拉。哎，行行行，钥匙都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那锁也得给我。好家伙，什么都不拉。不是为了布啊，情怀升华，为观众服务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行啊，同意记不同意记吧？对，那必须的。哎，你要同意，他们就都记上。那到时候这布全是你们的，好不好？你可得跟他们说一声，是你主动让我拿着这些布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您放心。不是，于谦正经，我就负责这个。那我就负责这个。行行，袋子既然记了呢，这个袋子、嗯，这个外套也穿上点吧。我有啊。你有什么皮夹克、防寒服，这个月份香港估计暖和，哎，暖和穿军大衣就行了，是吧？行行行，我有那薄的半截的，那是半截军大衣，有半截的吗？啊、你这小军大吗？什么小军大？军小衣，好吧？开玩笑来了啊！军大衣不成，军大衣什么色？绿色的呀？买白的去，不是有白军大衣吗？我撕开露棉花是白的，干脆，他这人要饭的，干脆告诉你吧，啊，我们那儿啊都穿的跟白人一样，您也得来这么个袍子。跟这袋子同样的花色是吧，同样的面料，肥肥大大和尚领儿，往这一带袋子外边一扎蛮好。反正咱们也没供过事儿、啊、对对对，我这人呢就是性子直啊，看出来了，我跟那些说相声不一样。对对对，你我也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跟说相声打过交道。哎呦，这还头一回。哎，你想啊、嗯、你不管你们都算上啊，啊，谁认识，哎，我认识说相声张三，我认识说相声李四，你现在想，嗯，你跟他来往，你跟他吃饭，他结过账没有？哦，说相声都不结账，跟说相声握手，赶紧回来数。为什么呀？一个是表，一个戒指，一个是手指头。呵，啊，手指头都弄。说相声的，一进门说相声，先学头一件事是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。哎呀，知道吗？那些说相声都那样，我跟他们可不一样。哦，因为我是一个升华了的人。对对对，我情怀，我有情。哎，情怀，嘿，对不对？又骗了一个啊！哎，哎不是情，我是我们是一心是为了观众服务，为观众服务，钱不钱的并不重要。哎，咱别说那么些废话啊啊啊！咱说这袍子，你愿意穿不愿意穿？不好看。什么叫不好看？我是演员，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你有点倒。我是去演出，知道你演出啊？我穿上那个玩意儿，它不好看。你看你这人哪什么不好看，那个电影电视剧里那个不也是演员吗？遇上那穿白带孝穿着不也得穿吗？电影都嫌不好看都别穿了。电影现场有来穿个孝吧。对啊，还有那个演个死人当一枪打死了，有没有啊？穿个白孝袍子人家不白穿。什么意思？能拿走？拿走有什么用？怎么叫电影现场穿孝？一会儿给一红包。红包里边是多少钱呢？有十块有二十块。你这出手就不高。不是，这是个规矩啊。规矩，我们也没说让你白穿呢，没说让白穿呢。哼，干嘛你要？那穿完之后，穿完之后，你先说穿不穿吧。如果穿呢？如果穿的话啊啊，给你两条黄瓜。黄瓜干嘛呀？胰子。嗯，胰子也不对啊，金条。
两条金条。你看，受感动了，情怀啊。我打船上下不来了。我们那船稳当着呢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金条啊，两条，黄金的金条，白金的，稳住。那个不得有几克吗？几克干嘛呀？十五斤一条。你要干嘛呀？这是十五斤一条。两条怎么样？十五斤一条，两条那就是四十斤。嗯，他老往里糊涂，不往外糊涂。你看着啊，要是四十斤还真能穿。行啊，给您邀够了四十斤，行吗？不对呀、啊，怎么？你开始说十五斤一条，那就说明整条的都得是十五斤。我们给您破开，行不行？破开之后，那根剩下的渣儿怎么办呢？好，剩那么些金，它叫渣儿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，全归你，行吗？那就三条，三条，四十五斤，三条四十，你这糊涂，怎么了？这个有零有整的账就没意思。咱们 啊，厚厚叨叨的把零抹了，您就给五十得了。这叫把零抹了，这叫四舍五入。行行行行，冬暖夏凉啊，哎、咱热账冷缩，听你的，五十斤，穿这个五十斤啊，五十斤，五十斤啊，穿不穿？那你哎呀，嗯，情怀喂狗了。哎、啊、对对对，真是，你要不提我还忘了是吧？钱钱，还有一句话我得问明白啊，您说，您是打算穿一天呢，是穿四十九天呢？又要晃。您刚才说那个五十斤黄金、嗯、啊，对对，白金啊，白金是管一天的还是？一天五十斤，你要穿四十九天呢，就是四十九个五十斤。穿到我死。现在还没穿上呢，您先别抖了。啊，这位身上倒没虱子，都抖楞下去了。你这我的情怀呀、啊！你这人不会算账，我怎么穿到你死还不如穿四十九天呢？哟，我活不到四十九天啊！就是这份意思。你这人太可惜，那不知足呢。穿一天算一天了，最多四十九天。行行吧，我穿到四十九天。哎，穿四十九天啊，那就行了。开开，袋子系了，袍子也穿了，那个帽子也戴上点吧，省得您受风。戴上帽子，就跟这材料都一样，戴一帽子，这有两缕麻绳，上面拴四个红绒球。叮了当啷的，颤颤巍巍的，几个绒球？四个。小帽子上面四个绒球。哎，四个绒球。一个绒球是孙子，俩绒球是重孙子。嗯。仨绒球低了孙儿。嗯哼。四个绒球搭了孙儿。对。我是孙墨子。我是演出去了，我这是成黄天霸了，我呀。黄天霸这看多好，叮了当四个绒球跟仨了。你少来这套，什么话呀、啊？这连辈儿都没有了啊！你要辈儿干嘛？废话，我凭什么？我这孩子这么大了，同行这么些人，相声界恨我恨得要死，我跑你那儿穿校去了，我还弄四个球，你这人，你想瞎了心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不让你白带，走，啊啊，不让白带。你看这转换多快！你看，没不让你白，没说白戴着帽子，差点秃噜过去 啊！就是啊，不是你给你无外乎就又给两条，我刚才已经有好些条了。嗯，这回不给金条了，不给金条了，给现钱，给两千万欧元。两千万欧元呢，其中有一多半是真的。哎嗯，我就要真的，真的两千万，两千万呢，两千万欧元呢。我你要不戴这帽子也可以。别，两千万欧元。对，我得先咨询一下。咨询欧元跟泰铢哪个值钱？您倒不知道津巴布韦币是吧？欧元最值钱呢。欧元值钱呢。两千万，现金。当然了，这得拉多少三轮啊？你藏那布里头啊？一块弄出来、
两千万其实钱不钱的其实倒不重要。那为了什么呀？情怀啊。对，情怀情怀情怀。带不带这玩意儿？你老乐，咱不明白什么意思。不是你这个，你说于谦他们要是问你，跟他说不跟他说？你跟他说会，他抢怎么办？什么叫抢？你应该有人一份啊！你爱怎么分是你的事儿啊。两千万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反正是这样。带着烟，我也是，虽说跟您没共过这种事儿吧，啊，头一回。但我是也是真拿您当朋友。啊，那当然。朋友之间，咱们这个。越来越交情越好啊。哎，对对，行吧，我也不冲那老头，我跟他不认识。哎，就是我也不冲这点什么缘，欧元。哎，我也不冲这个欧元。哎，冲你了。哎，行，你看，给我个面，给我个面，交朋友啊。带不带？带了带。哎，那就行了。帽子也戴了，袍子穿了，带子系了，这个鞋也绷上点吧。来一白鞋，省得您原来这球鞋啊脏了。就都是面上都是白的。对，后边留一红后跟儿。我还是近人呢。嗯，近人皆知。哦，好看吗？穿鞋好看呢，省得您那球鞋脏了啊。不是，要不您头起脚。你给我住口吧。嗯，你给那两千万是帽子，你没说鞋。鞋再给一千万怎么样？一只。你太不知足了，这人。行啊，行，按你说的这个啊，一只一千万行不行？这点钱我还能做主，老头有的是钱。我真是我也没想到啊。啊啊啊，我说这些日子这心也跳，左眼也蹦，我说要发财见好朋友，这是啊。是不是啊？应在我这儿。怎么称呼啊？哎呦，对了，说半天话没自我介绍。啊，是是是。自我介绍一下啊。我姓祖。哦，祖，祖冲之知道吗？哦，知道，数学家。3.1415926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祖冲之。啊，哎，我就姓祖啊。您的名字？单名一个综合的综。啊，这倒好记。嗯，您是叫这个郭德纲？哦，这么说，郭德纲，祖宗。哎，哎，咱不是外人了。那是啊。嗯，你都到了我们家了啊。对对，你没有19代是吧？啊，没，哦，就我自个儿。哦，那就叫这名字怎么办呢？祖，哎，行好行。德纲，哎哎呀，嗯。祖宗，嗯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稍微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扫我们打眼的啊。嗯，这鞋一千万一只，你可同意了啊？我可都记住了。行，鞋呀、帽子呀、袍子、带子，这你全接受了，全接受了啊？接受，接受。剩下的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，这是你的事儿。那你甭管啊。行，没想到这人挺好说话，哎，还挺痛快。那个，这玩意儿大恩不言谢了啊！啊，是法海镇蛇妖。哎，是，嗯。虽然说我们反正也见过钱啊，啊，您这个也不算特别多是吧？哦，还不算特别多啊。但是我也觉得有点不落人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等我这笔钱都到手之后啊，干嘛吧？我请你吃早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您瞅，请我吃的，我是起不来，从来不吃早点。哦，那就省了，省了。等于说这几样您都同意不同意？啊，都同意，我就无法表达我对您的这个敬意。哎，我给你买一点什么小礼物呢？不，都不用表达。买个，既然您同意了呢，您先稍微等我一会儿啊。我先回避回避。哦，等我一会儿，别走。我不走，我是不走。你别找于谦直接说钱的事啊。因为后台有规矩啊，就是有点什么事是我做主啊。其实您各位也看出来，通过跟他的聊天，我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钱，我的目的是呢。既然您同意了呢，我大老远来的。哎呦，你还给我带东西，啊，你也没都带来，啊，是吧？咱就是象征性的呢，意思意思，好不好？您呢，穿上试试。哎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既然说您同意了，咱穿上看看合适不合适。左总，哎。大年下的，那怎么了？你看这玩意儿吉利吗？啊，那是你乐意，这你不是闲着多鲜艳？不是这个鲜艳是包皮鲜艳啊！看看合适不合适，咱好改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看这个怎么还得试试呢？多新鲜呢！你得试试。哎，你群众的呼声是吧？偏您各位了啊！就甭客气了，我也不是为了钱，这就是嗨，您也看见了，就情怀，情怀呀，啊！来来来来，情怀。谁让老头喜欢你相声的？错不了啊！哎，来吧，这袋子您系上点。太好了。嗯，别照相啊。嗯，这帽子，嘿，跟纺织厂的似的。来来来，大伙儿上眼，走。嘿，好，李伟，多漂亮。
做一个演员来说呀，这确实情怀很重要的。哎，这是好演员。钱不钱的，其实这真是好演员。稍微的有点漂白着哈。哎，这料子我们那儿就这风俗哦，香港人就这样。哎，我们那儿就这风俗啊，这事儿闹的合适吗？那行了，到时候您 哎，您先说行不行？行，没问题啊。就这个气质怎么样？太棒了！中国相声界你挑去，还有比我强的吗？没有，您独一份儿。哎哎，唯您独尊了。太好了，太你看这个效果就起来了。啊，行了，把手机都放下吧，看看就得，还拍这是的？你要不穿人还不拿起来呢？废话啊，那咱们刚才你说你打算报答报答我，我也是表达我的敬意。哎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这么办吧。你说你挣多少钱，挣多少金子，那都是你的，我不跟你分这个哦。因为实话实说，老铁有的是钱，给我们呢也没少分钱。嗯啊，他办这个事情啊，差不多把钱呢都花完了啊，剩下的钱呢，除了给你呢，就是给我的啊。你也不用给我钱，有您自己那份儿 啊。对，嗯，到时候呢，你帮着拿点东西，这就算行了。我这体格就太沉了，我可搭不动啊。嗯，不沉，很轻。没分量，没分量。翡翠白菜我抱着摔了我也赔不起。哎，不值钱，扔在街上都没人捡。哎，可是没它还不行。什么呢？就是这么长一棍儿，前面有一钩，挂着一布条，写着四个字，西方接引。就这东西。幡儿。对，也有叫幡儿的。干嘛也有就叫幡儿？哎，对，行，领会我这精神了吧？我打一幡儿。哎，请您去打幡儿。来，请我。哎，打一下幡儿。你少来这套！怎么变脸了？你拿我当那些说相声的了？这不对了啊！刚才说谈挺好。我是一个演员，知道你是演员。告诉你，嗯，我们是有情怀的，知道吗？啊！还真火了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后台那么些说相声看着，你知道有多少说相声盯着我呢吗？啊，是说相声都盯着你呢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丢这个人去，这怎么丢人？我父母双全，我儿子那么大了，我疯了我！行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会儿血压上来你猝死了也犯不上是吧？您先等会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实话实说，找你。哎，他五官哪儿去了？哦，后眼，什么眼神儿？这哪看得出来？哎，找你打分去不去？不去。你怎么不去呢？我不像啊。哎，这我像是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不能去，人都认识我呀。哦，老太爷没儿子，让我给打分去，那不露馅了吗？不去拉倒，不去正合适。老太爷说实在的也瞎了眼了，他说找德云社，说找郭德纲，我拦他多少回呀？不接，生前的愿望非得找吧，好容易找着了，人家不干。老爹说了，谁给打分？那些咖啡园呢，橡胶林呢，大别墅啊，大海滩呢，全给他，爱给谁给谁去，人家死不死看不上。欧元呢，白金的金了啊，少来，白金跟铝合金差不多，差不多呀。你以为我分得出来呢？那端在手里，那的分量都不一样，那跟断桥铝怎么比啊？他人家看不上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最遗憾的是，我都替他遗憾。老太爷生前呢，手底下有十个丫头，这丫头一个一个花容月貌，呵，长得模样也漂亮，岁数也合适。老太爷说了，谁给打分，十个丫头随便挑四个，想干嘛干嘛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还有四个漂亮丫头，哼，人家看不上。你说这玩意儿，这个人家家这么有钱，家里出这事儿，几个姑奶奶回来一商量，给老头豁着钱办白事，都剩这么多钱没花了，给他们分分，给我们分分，人家就不干，你怎么办？不愿意打分也不难为你啊，我找于谦去，好不好？别，于谦，哎，祖宗，哎，我这名字他都记住了，还没走多远呢。你要找谁去？找于谦呢？哎，嗯，你这个人是不是不会开玩笑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啊，跟别人不逗着玩吗？您刚才瞪着眼不打分，那是开玩笑。你怎么了？
嘿，你看看，他不光会说相声，手还挺巧，你看看啊。哎，像不像？像像什么像啊？来，不不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哪边都行，你说呗，听你的。老太爷死了，是他不死，我还去不了呢。这不。这打幡有规矩，哟，打幡有什么规矩啊？不是哪个手都行的，哦，左手是吧？哎，你瞧，男左女右，行吗？哎，这特还，你还是你是行家啊？对吧？你是专业打幡的啊？这我不是专业 啊，我是这么听说来的啊 啊，是吧？既然这个幡你也打了 啊，你早知道你费这话干嘛呢？啊、是是是啊，不行，别，你看，别打，我站在你的角度考虑啊，你这么些个说相声都盯着你，你给人打幡去，让他们活活气死。他们是羡慕啊！你父母都健在啊？那身外之物。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管他那个去了呢？啊，同行同业到时候可笑话你。你这活该呀、啊！行行啊，你豁得出去就行。啊、这番你打了，打了那就行了、啊。还不行，怎么还又变了？你这老嬉皮笑脸的。您错了啊，我们那白事儿。你是没跟说相声打过交道，这不头一回吗？对对对，这一回管你一辈子的啊！我倒是记住你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可记住了，就是你在这儿跟你聊天没事儿啊。要到那儿呢？真到了香港，一下长途车，怎么样？马上脸就变下来了，眼泪哗哗的，前心都湿了。哎呀，天就是够大的，那错不了，跟做戏做得好，真事儿一样。嗯，那也不行。怎么又不行了？我不是想占你便宜，让你当儿子，没这份意思啊！都知道老太爷这么大岁数，只有四个闺女，没有儿子，冷不丁冒出一个给打幡的儿子，街坊四邻婶的大妈们能不议论吗？人家要议论，哪来这么大儿子呀？这我们怎么解释啊？哪来的呢？对不对啊？哦、到时候我们呢，还得我们那个策划师啊，给您编瞎话，嗯、就说我们老太爷生前呢啊，在阿富汗包过一个六奶。您是那个六奶的产物，我说我长得黑不筋儿的呢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哦，行不行？可以呀、啊，哎，豁出去，那怕什么的了？你妈是哪儿的？阿富汗的。哎，那行行，行吧，行几？行几？行六？哎，是六吗？我六啊，都行。六奶六，行六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到那儿别乐啊！你放，一乐你钱挣不着，我饭碗也砸了。你这有我呢，怎么了，祖宗啊？行。有你就没我了、我对你不放心。你干嘛？你怎么还有买卖都谈到这份儿？这样吧，啊，咱俩在这儿排练排练，表演，我看看你这个表演功底怎么样。你得说哭就哭，说乐就乐，你得有这底子。哎呀，行不行？你以为我们那个情怀是编出来骗观众的吗？不是，你以为这个钱就是这么好挣的？多新鲜呐！你得认真负责呀。还要多认真呢？我把这桌子往旁边搭，我还得搭桌子啊。哎，哦哦。这桌子就好比是有话。哎呦呵，老太爷在这儿呢。老太，这是我们那同男同女啊。好、哦，行，哎，这个来啊，哎，您往这么请。哎，看见没有，这个小木头，哎，这就好比是棺材。我爸爸呢，就在这里边忍着呢。我爸爸是蛐蛐啊，这是那过箩，好比吗？啊，好比好比。我把这小木，哎，好小木头往起这么一举，怎么样？这就是起灵了，起灵了。回头您看着这小木头，好，脸上的表情可要难过，就跟真事儿一样，哎，眼泪要挤下来，错不了。一会儿我搀着你，哎，我一喊孝子少痛，你往地下这么一跪，啊，连哭带喊，得跟真。要是像了的话，马上咱就上香港，咱就见老太爷他们家去啊，行不行？太好了，哎，注意咱这准备了啊，好嘞。回头看这个啊！哎，好嘞，来，起灵了！这卡飞丸是真的吗？你要嘀咕，咱别去了啊！不是嘀咕，全是你的，就说好了啊，管过户，小孩带过户啊！哎，起灵了！轮船公司啊，也是你的，都把这放来，因为你要抢我这个，哎，我抢他过来。起灵了！丫鬟都是我的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全是你的，我要那白的啊！哎，行，双眼皮的啊！哎，麒麟啊！娃娃！哎呀！怎么样？好像不像？太像了！有包庇吗？没有。咱们走。上哪儿啊？香港啊。去不了。为什么呀？老头还没死呢。我去你的吧！